我唱得不够动人，你别皱眉。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，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，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。妈妈真的太伟大了，何姐在社交平台上晒三个孩子的视频合集，可以看出来兄妹三人非常的快乐和幸福，也在很好的享受童年。视频里哥哥也一直在照顾着妹妹，不禁感叹这兄妹情真好啊。近期何姐上综艺瘦身成功的她更加自信，孩子抱以后不会再胖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是以后都不会再生了。其实三个孩子刚刚好，也希望宝宝们健康快乐的长大。在北京养孩子压力也特别大，尤其是我这俩孩子，一孩子哭第二个跟着哭，哎，我的妈呀，我身边啊，我感觉每天我就像背了两个大音响，而且还是立体环绕的。关键是这俩音响啊，他没办法把电源给拔了，赶紧把它。